是很厉害的学校吗？如果在纽约的人，如果念设计，听到都要跪下来。你们怎么都还没有跪？他们说我是当年最棒的，所以荣登那个全球的全美的榜首，这很厉害啊！你的字典里真的没有客气，没有重点。想当年，如果你在学校附近叫 Christy Chu，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大三还得到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哎！你真的很臭屁，齐家人。从名校念书回来的人，跟家里很有钱的人，哪一种人比较让你不高兴 ？Both。不用吧，就是钱你也很多了，所以你应该没有在不高兴有钱人。有钱人因为接触多了，其实发现其实正常人还蛮多的。可是有些名校回来，然后腔调过度矫情的，我还是会有点生气。OK， 就是姿态摆很高的样子。没有，就是讲话腔调太明确的。Yes。美乐蒂小姐念的是 UCLA， 我故意就是不要讲 LA， 讨厌。所以如果用你平常的讲法是什么 ？UCLA， 还有你要那个 L， 有多里面啊 ？UCLA， UCLA。那请问念的是什么系呢？啊，我念的系是政治学还有国际社会。哇，好严肃。Political science 跟 international relations， 你现在想笑吗？你现在想笑吗？想笑了。可是你做的事情跟这个完全无关的。I know， 对呀，我知道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。A B C 枪最严重，他很严重，我真的很严重。我跟你讲，你听他聊天超过十分钟，你真的就会翻白眼。不会啦。可是他还主持广播节目哎。所以听众就是一边听一边，就是整个人像抽筋一样。他算是贵妇挂的耶。我不是啦，我不是，我是妈妈。你是贵妇啊 ？Mother， 我是 Mother。你是贵妇，嗯，那你们不混一起的？我觉得我长得像贵妇，但是我真的不是，因为我长了一个老脸，就是我从十八岁就长这个样子。可是你先生不就是有钱人吗？他还好啊，他就是个普通的一个做生意的人而已。你现在是 rich man？ No， 因为我他才是 rich。我想不起那个老外姓。我们不住地堡。看吧，原来住这边。Melody 的学校排名十五名。对。然后曲家瑞小姐的哥伦比亚大学好像全世界排名近前十名哎。有那么好吗？其实我刚刚还有打电话到学校给我的侄女，叫她问，叫她看。我说哪有只有第十名？我们应该第六或第五才对。就是她打来回来说，没有没有，所长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查到是第十八，现在掉到十八了。我不知道，她说全世界哦，什么剑桥啊、牛津都加进来，这样排排排排，哈佛、耶鲁嘛，那样叭叭叭叭。可是其实我觉得 UCLA 应该是很前面的。没有 UCLA 这几年好像。UCLA 如果我们哥大是五颗星，你们起码四颗。OK， 请坐吧。好了，不要翻了。像你比较感兴趣的事情是，曲家瑞老师有警告他不要发生性行为，就他发生了。哦，我要听这个。没有，我要先讲。我是不是讲得太粗糙？没有，我要先讲一下，是我的大学。刚刚讲的是研究所念的是哥大，我的大学念的一个学校叫做 Cooper Union。这个学校我真的不知道哎，是。很厉害，是很厉害的学校吗？如果在纽约的人，如果念设计，听到都要跪下来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们怎么都还没有跪？不好意思，骗你的，没有，因为它是全奖学金，这个学校总共就1000个人，那500个电机系，好臭屁的学校，300个艺术设计就是我念的，然后200个建筑系，然后大学四年你念五年都不用钱。他刚刚忍了很久哎，对我忍了。重点是我讲一下爸爸妈妈，因为刚刚 Linda 说你妈妈说。零用钱的事，我不是，我当初申请到的时候，我带我妈去参观这个学校，我妈一进到那个大楼里面，看到里面都是油漆啊、颜料啊，你知道，我妈就在那里吐口水，这样呸，这样直接这样吐哎，然后里面在画的同学都吓死，说这个人是谁？对你妈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妈就说，我们堂堂，你知道，教一个教养出这么好的女儿，我们环境也不错，为什么要念不要钱的学校？肯定很烂，再来学校这么脏。又不是要我女儿来做，你知道女仆。我以为他妈是要吐了痰之后立刻拿袖子这样擦，用口水做清洁的工作。所以我妈那时候觉得说这是一个耻辱，怎么会把我女儿送到这里来？因为我高中念的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名校私立学校。可是妈妈送你出去之前不知道你是怪咖吗？她不知道，我忍了很久，你知道。好，那就来到这个学校之后呢，那我就在学校画画，画画，哎，没有画多久就成为学校的几乎像是明星学生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画得太好了。你不是都？你好谦虚哦，你知道我。
我大三就被。那到底不是今天最严重的人呢？可是因为他的口音比较那么没有那么。因为我16岁才出去啊，我国中都念完了，对，我没有像他们这么。所以你其实算是台湾不一样，我台湾小孩对不对？我16岁才出去的，所以你在美国生长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你从那时候就已经在像我后来看到是画裸女吗？没有，之前没有画裸女，因为她画大量自己的裸体的。那是因为要找自己，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。那是30岁以后想要找自己。所以之前16岁画的是什么样的东西？画，我已经有带来耶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这不就是被你们那个厉害的学校称之为最棒的画？对，重点是这個，其实这个还不是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最棒的。你看这多久以前的作品了？真的好老。这是我高中高三的时候画的，是水彩。如果你高中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的艺术，哦，对不起，小 S 也算是蛮有艺术天分的，可以请你鉴赏一下吗？不是我，他刚才撕开纸的时候，我只想到就是很 colorful， 可是因为我把它想象的很厉害，就是说比如说画工很精细啊，或结果呢，就是很 colorful。他把出版物也带来了。我要想一下为什么？因为在高中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的课业成绩很好，无论是英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好，你可以直接选上大学先修课程。是。那我在高二就选了一个大学先修叫 AP Art， 它可以 AP Math、AP 英文、AP 任何。那选了之后，你就送到国家一个一级的单位来帮你审慎评分。那我高二选的时候得了4分，我就好高兴，最高是5分。那我高三就得了5分，不仅得了5分之后，他们说我是当年最棒的，所以荣登那个全球的全美的榜首，这很厉害哦。你的字典里真的没有客气，没有重点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是你看看你要看一下，这个是 drawing portfolio， 是素描 portfolio， 所以这个才是。看到没有？有啊，有看到。这个才是分彩色的，这个素描，素描是什么？是炭笔或铅笔素描。可是你知道他们打电话跟我说，你是我们创始以来第一次破例登了彩色的作品，因为你已经超越了素描，而且想象力是。就是，可是他这样不合法啊！明明就是写素描，没有素描破例。你要看这里面画是什么，都是食物。我刚刚是冰箱，我家的冰箱打开，打开里面有蛋啊，有果酱啊，有面啊，就好吃的东西这样子。是不是念太多书了，直接当艺术家才对？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被我爸妈抓回来，过着太放荡的生活。对，因为我毕了研究所，毕了业，25岁拿到硕士的时候，到32岁有7年时间就在纽约画画画画画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做，每天画画画，吃吃睡睡睡睡。有糜烂吗？那时候就爸妈就觉得说太糟糕了，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就把你放在那边，让你这样醉生梦死？关于刚才我问你的问题，就是老师说你的画一度是非常明亮的，所以他有警告你说千万不要发展出过度丰富的感情生活。老师每次上课就说你在画什么，你在画什么，就不好意思讲，我就嘿不敢讲。老师说你说，我说说了会同学会笑。老师说你说，我说哦，因为我还没有过 sex。这是我对性的幻想，然后全班，你看全班就像你这样 ，Oh come on， 全班就是这样，怎么可能？大家抽烟在笑，我说真的，我们上课是可以抽烟，你们班上可以抽烟哇？因为我们上那种课是 critique， 你现在年纪还可以进入学校吗？你可不可以羡慕一点？正常的事情。来给大家，同学在那喝酒在那看啊。我是念电影的嘛，所以那时候在那层。你也是 UCLA 吗？我是 UCLA， 而且 UCLA 的电影全球排名前3名。所以你也憋坏了吧？前5名有什么好说的？大概很想跟你们说 ，Hello， 我是 Kevin。他的英文名字。所以我刚才我真正震撼心是，我们掉到 UC San Diego 后面，完全不可以接受这件事情。没有，还是 Number One。是，我可以接受。的确啦，念艺术的学生就比较。对，然后老师就叫我讲，那我讲了之后，同学就在笑我。老师就说不会，我觉得实在太好了。他说 Christy， 我的英文名字叫 Christy。他说 Christy， 如果你绝对不要有性情的话，你直接继续画下去，画个20-30张，我保证你大三在纽约就可以开个展了，你就会红了。假的？他为什么真的？为什么不可以有那个？因为他说你有一旦有了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对于性的想象通通都没有了。我说真的吗？可是老师，我好想要，好想要。老师说你绝对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有跟老师说你好想要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一直在想，就想我大学3年都在画这个，怎么办？结果后来隔了又隔了大概几个月后，就我又到上课了，然后就拿了一幅画来，就乌漆抹黑，就放在那边。我就这样，老师整个人走过来说：“你做了对不对 ？You did it right？” 然后我就这样，你们笑得真的很戏剧化。然后老师后来就
很失望。你老师是算命的，可以从画上面看出来你做了没。老师知道，老师知道，老师太了解你，因为我们老师跟着我们三年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欺骗他？你还是画明亮的东西、啊。因为做了之后，那个男朋友也跑了、啊，整个人就陷入谷底，灰掉了，灰暗的。所以你的灰暗是男朋友跑掉你才灰暗的、啊，并不是因为发生了。可是重点是你发现之后，你也可能也不想画。因为老师知道他一发现男朋友就你就不想作画。Melody 应该经历过这些啊？什么？就是一旦你念的 UCLA 康友刚跟我念的不太一样哎，我们是每天上课。没有人问这个、啊。是因为你们政治系真的比较正常一点。可是你们政治系有像他们那么疯狂吗？就是可以大聊这些。你说 sex？ 对。呀，我觉得在美国， you know， 受教。你真的很像在拍，真的很像在拍金发尤物。我没看到。在美国， you know， 你这样干嘛？你真的。其实在美国长大或是在美国读书的人，对这个都是非常 open 的，可以分享，可以。你不会在学校裸体过吧？没有，你看我这个样子。你有吧？我没有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身材也不够好。那些外国人非常。你够好哎。可是那些外国人身材多好哦，腿长。我觉得你在学校里头跟他们争是真的过的，是你的外形是可以的，没有没有吗？我不敢，我怎么敢？那你交过几个白人的男朋友啊？我没有哎，我内心是很传统。你现在在看这一集吗？一定是的，公婆也在看。确定？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没有啦，真的我没有，没有。可是有白人爱你吧？我不知道，真的没有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还是欧洲人？没有，真的，我不是他们的菜。我想他整个家族都在看这一集，头发都毛了，就非常紧张，这样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觉得外国人也很好，但是我都没有这种机会。那你做过最疯狂的是怎么样？哎 ，UCLA 你也知道。你有在校园里吗？没有，什么？什么？停车场。停车场，这我要想一下。不是我说的那个意思、啊。你的老师有没有觉得说啊，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就很失望？非常失望。老师觉得说你根本在耍我们、唬我们。对。所以他本来期望你是变一个艺术家。对啊，因为想当年，不要讲现在哈，想当年如果你在学校附近叫 Christy Chu，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，就是全部老师。真的假的、啊？哎，我的四年那个叫什么总平均，那超高的。是叫你煮中国菜给大家吃吗？就同学都知道啊。你看我大三还得到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哎，你真的很臭屁起家人。我们学校艺术系，我不说三百个人，可是一年只收六十几个人，全世界哦。所以现在去那一区再讲 Christine Chu， 还会不会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记得那个那个。把你带到实践去。可是老师知道，几乎没有人知道了。对对对。可是他其实回台湾后，还是在当艺术家，就教书了，在实践教。因为家里太有钱，后来就上进心就不够，就。渐渐变成名人，没有没有，是因为爸妈就觉得说要有一份正当的工作。其实我都是我爸妈才。可你如果看到他的话，你会吓到，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就是很朴素的老师，挂满了就是等身大的裸女图，就自己全裸。太压抑了，太压抑了。我有看过你的全裸自画像，真的吗？棒，太，怎么会好像差不好不好？所以你后来的感情生活就变得很朴实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们刚刚问都没有问到，他们有交外国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吗？有打保龄球啊，有啊。有打保龄球。哦，对啊，我在国外念大学研究所，就交的几乎都是外国人。因此被家人抓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抓。所以家长不接受这件事。爸妈就说，送你出去是为了你好，希望你可以求上进，你知道，就没有想到你这么堕落。你嫁给外国人的话，以后你的姓也会改。这是男友吗？哦，这是我在耶鲁大学那个对那个奖学金的那个时候认识的一个外国人。他这张照片很适合他的生活啊，就是好艺术家哦。这大三呢，你看到没有？看起来很不错。然后后面那是我的画，你看有没有画？看起来很不错啊，你对啊，颓废的感觉。你过着好日子。你看工作室那么脏，我妈当然要吐口水，怎么不吐口水？然后旁边那个人是跟你有怎么样的吗？就献给了他。你说就是。就因他而化变黑暗的，是不是？没，对。可是你看，当时还是彩色的。你看当时脚脚有一幅还彩色，后来他走了之后就黑了，全黑了。值得啊！你这个照片丢出来，子孙对你多尊敬啊！有吗？是在过着很浪漫的生活、啊。有吗？我都没有照片秀给我女儿，就很嗨的这种。不是有一堆裸照吗？那个他们不会要吧？没有，可是现在是我知道颓废的，好像。你知道我要讲的是说，比如说这些名校，国外这些名校，如果你有一样。课业好，你就可以申请得到。那你不要输给他。我没有。但是嘉瑞老师他这个很精彩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段你公婆已经睡了。我已经睡了，快十了，我还有精力在
想，我真的想不出来什么东西。所以你没有这种，你没有这种生活吗？完蛋，他陷入回忆中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 ，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